嗱，模特兒其實真係一個可以話係外靠外表去工作的一份職業啦。咁好多時候你最 basic 嘅嘢，你個外表，譬如你嘅皮膚狀態啦、頭髮啦、你個人嘅身形啊、所有嘅外面睇上嚟嘅有關嘅嘢咧，都係一個你工作好緊要嘅需要嘅一個物件，可以咁話係。